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要说起中国的传统式的教育，可能有一些精神特质是家长从小就不希望孩子具有的，比如说胆大。我小的时候胆子就奇大无比，幼儿园中午吃饭，这个食堂大师傅端来一盆汤，热汤，然后老师出去，小朋友就开始说，谁敢从汤这边跳过去，我说我来，跳了一趟不够，我还跳第二趟第三趟，就开始显摆，你看你看你看，跳到第五趟的时候脚底下一滑，一屁股坐到汤盆里。另外还有一点，我还记得那是我上初中的时候，连续14天不交作业的记录到目前没人打破，周围人批评不在乎，也是家长不能忍受的，就老说这孩子脸皮怎么那么厚呢。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就经常在告诫自己要改。但是今天来到我们开讲的现场的这位演讲嘉宾却说，他成功很重要的一点，他的精神特质就是胆子大脸皮厚。听了这个话之后，我确实又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这位演讲嘉宾今天将跟我们分享他的怎样的传奇故事，请看大屏。他是敢为天下先的地产大亨，他是与马云对赌1亿的冒险家，他是中国的房地产首富，3年内2次荣登胡润房地产富豪榜榜首，更是以集团形式捐款超过28亿的慈善家。他胆识过人，霸气外露，是血气方刚的企业家。他扬言，只要万达进入的行业，其他企业都没有机会做老大。他拒绝模仿，大胆创新，是名副其实的行动派。他说，胆子大，脸皮厚，走遍天下有万达。他就是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43年前，16岁的他入伍参军，16年的部队生活铸造了王健林坚毅豪迈、雷厉风行的军人性格。43年后，王健林一如既往敢闯敢干。他说，人生最难是坚持。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演讲嘉宾王健林先生。现场很多同学写来了他们的问题，一位同学说了，说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中国首富，我很激动，不知道高富帅的您可不可以告诉矮穷矬的我，怎样才能成为首富呢？括号越快越好。两个办法，最快的办法，我财富分给你90%，马上行了，但这个不太现实。对，第二个办法，想一个能赚钱的行业和买卖，关键你找到跟别人不一样的方法。比方说做卖担担面，你不一定要把那个面做的味道比别人好的更多，味道跟别人一样，想办法做连锁，比别人更便宜一点点，你收入就多了。比如说你卖一碗担担面，再送一张电影票，很有可能啊。还有一个来自同学们的问题，听说您是一个超级铁杆球迷，我也是，不知道能不能在台上和王总过招。球迷是球迷，但我不是球员。您不会踢球？我不会踢球。是谁踢的？起立到台上来。是学校校队的吗？不是，我们学校现在还没有校队。那今天在这儿见过了王总，也在王总面前展示一下你的球技，回去你牵头组建一校队呗，争取再拉到王总300万的这种基金的支持。行、见面就是缘分是吧？对，适当支持可以的。谢谢王总，谢谢王总，这可以。来，这边试一下。行了。行了，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意思到行，意思到行。
你能颠超过五个，今天这事儿就定了。一个足球队长，我唱歌唱一个。来，年轻人，我们送你两个字：再见。谢谢这个同学。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王健林先生，有请王健林先生开讲。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同学。今天呢，叫我来开讲之前，叫我确定一个题目。后来我想讲什么呢？我就定一个题目吧，叫坚持才能成功。我70年当兵到了部队以后呢，15、16岁。我是一个新兵，就是毛主席那天发了一个1124批示，毛主席批五个字儿：野营训练好。当天晚上一传达就上，每个人背个粮袋、背包，就拉出去训练去了。负重也有20来斤吧，2000多华里。东北那真的是林海雪原，积雪那个时候出去走，基本上都没了膝盖的，野外宿营，什么也没有。就要叫你自己挖个雪洞，自己进去过一晚上。每天平均要走60里，甚至70、80里，啊，如果你走不了了，可以到后边坐汽车，上面写上收容车，但是可能你这一年凭先进、凭五好战士机会也没了。那个艰苦是现在的年轻人你们无法想象的。正常的训练，可能正常的吃饭是够的，那么一冷。再加上又累，可能吃饭量就大，也吃不饱。我的当时老班长说：“小二，我跟你说个事儿，你首先承诺你要坚决保密。我教你个吃饱饭的招，我说保证保密。部队那个时候是那个缸啊，这么粗这么高的大缸子。他说你呀，上去你先盛半缸。他说你再怎么吃的慢，你的半缸一定比第一缸人吃的多。”然后你的比别人吃的前头，再上去第二缸你来满满一下子，所以你这就吃饱了。他说你先别傻傻的先去先盛一满缸，很多人都这个心态，先去三盛满，他盛满了再来没第二次了。我还真就是他这一招教我，虽然很小，这一年的行军路上基本上吃饱饭。我们这个野营训练这一路上的这个艰苦，到什么程度？我的亲眼看着一个干部就在哭，我说什么也不走了，我党烟也不要了，我排干部我也不要了。很多人都是，都坚持不下来，啊，1000多人团队，完整走下来，最后不到400人。作为一个10几岁的小孩，我坚持走到了最后，就是一种信念。我走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讲，啊，一定要当五好战士。啊，你这个当兵，我父亲也是个老军人了，说你当兵争取超过你的父亲，靠的这种信念和坚持，所以我才能入伍的第一年就当了五好战士。所以啊，这个人生做任何这个事情啊，要没有一种咬牙的精神，要没有一种一直坚持到底的这种精神，是不能成功的。我已经讲了10几年的一个话题，坚持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第一个，所有的创新，所有企业家的梦想，都只有在坚持当中才能得到实现。我是1988年创业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很好的一个生活，啊，20多岁在部队就得到团职的职务，仕途很好的时候。因为那个年代同学们可能不了解，80年代的末期、90年代初期，在中国就是创业的大潮，下海的大潮风起云涌。受到思想的影响，我也决定自己去创业，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我当时就选择了去做，现在大家可能比较恨的一个行业——房地产。那选择了这个行业呢，去做的时候就需要一笔注册资金，啊，我们就当时跟大连的一个国有的公司达成了一个协议，借给我们。但是你光有钱或者找到地还不行，得有国家纪委发下去的计划指标。没有计划指标，
怎么办呢？我又找到当时大连市的三大国有公司之一，我的一个认识的老战友在这当老总，跟他商量，能不能借他的指标？当然不能白借了，会有费用的。就这样，拿到50万块钱，借的一点指标，从一栋楼开始，开始了房地产的生涯。绝不是一开始就是很辉煌、很艰难的。我呢是做民营企业起家，而且当初所经历的磨难和被人的鄙视，至今记忆犹新。为了一笔2000万的贷款，而且是这个某个银行已经承诺给我们，我前前后后跑了50几次，我下边的人更不用说，我亲自去赌。然后呢，他不愿意见我，那我就知道他几点上班，我就天天去赌。可能他自己一看我在门口站着，可能就从其他方向拐走。或者有的时候我中午去赌，我想睡了午觉起来准备上班嘛，我到办公室门口去，秘书明明在里边，秘书说不在里边，或者等等等等，甚至我就说知道他家，晚上去了家门口去吼吼他，第二天早上起来窗口一看我在楼底下，他宁可不上班也不见我，就类似这样的，前前后几十次，也没有给我这个贷款。那么我就给自己建立目标，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企业做大，做到世界级。第二一点，任何成功都是不断完善的过程，只有坚持才能得到。就是我们2000年从事商业地产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不懂规划设计，到2004年，这3年多一点时间里边，我们当了222回被告，打了222场官司，成天忙于打官司，所以业务就很难发展了。我们的同事有的都哭了，社会舆论压力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多少同事都劝我说，你看咱们住宅地产做得顺风顺水的，为什么一定要搞商业地产呢？在这种环境下，我确实犹豫过多次。后来我给我自己也给我的团队定了一个目标，做到2005年底，做满5年，我们还是这么跟斗把式的，我说咱们就撤。但是呢，就是因为在实践当中这种坚持，万达推出了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第三代万达广场的这种设计，上海的五角场、宁波的鄞州、北京的现在 CBD，这三个广场的开业以及开业后的成功，彻底奠定了我们信心。到2004年底，我们预计我们的持有物业会达到2300万平米，就超过了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的三本公司，人家用了100多年的路，我们15年走完，会超过它。但是你想这些啊，谢谢。但是大家想一想，当时那个困境和失败的那些教训，如果没有只找百折不挠这种精神，没有一个对预定目标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是不可能的。还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沈阳太原街的那个万达广场，请教了国内的2个所谓做商业的专家，帮忙设计了一个城市的步行街，卖掉以后呢，几十位客户集体诉讼我们，大概只有3%到5%的客户还能有比过得去的回报率，甚至颗粒无收。打官司虽然赢了，按道理从理论上讲，那我们可以不管了。可是我这些干这么一个项目，弄得大家都很头疼。我也讲了一句对不起，我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请一批专家来看，说你这地方缺一个盖，有盖挡住雨雪，就生意就好了。好了，我们就吭吭吭花几千万搭了个盖，后来还是不好。后来又有人说，你们是这个跟地下室的这个交通不好，好了又坑坑吃的，又挖几个坑，又搭了好几组扶梯，又接起来，所以还是不好。后来有人说，那你们是商家不对，又干了那一件，又去把这批人换进来了。前前后折腾了3-4年的时间都不行，最后我们自己内部大家形成一致的看法，这个事儿如果不彻底的把它解决，不炸掉，
这个项目是救不活的。但是炸掉意味着什么呢？意味卖出去的钱要还给老百姓，这个十个多亿的现金赔偿，再加炸掉它的工程成本，至少15-16亿。但是把这个坎儿迈过去，没以后没有迈过去的坎儿。大家千万不要理解，我有个好的创意方案，或者我一开始一步成功，哪一件事儿卖得很成功，我就成功了。你买一碗担担面做得很好，咔开一个小店卖得非常成功，你就觉得哇，马上我就开连锁店了。结果一开连锁店，你会发现连锁店需要的这种管理模式，需要人才团队，远远是你不能适应的，可能又失败了。我们这次都是啊同学是吧，有的大绝大部分大学生，可能很多是刚刚毕业，很多人都想创业，都梦想成功，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首先你要研究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要有创新的精神。除了这个外，更重要的一个品质是要有执着的精神，要不怕失败，要千锤百炼，百折不挠。我经常讲两句话，我说我到了黄河心也不死，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为什么？到了黄河上搭个桥就过去了，撞了南墙搭个梯子翻过去了。所以只有这种精神才能够获得所谓的成功。所以说我演讲就到这里啊，好吧，谢谢谢谢。再次掌声感谢王健林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听了您的演讲，现场很多同学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写来了他们的问题，这当中很多问题啊很有意思。首先我想问您一下，是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问？随便。一诺千金吗？至少一诺百金吧。那为什么当年您答应您的老班长保密的事儿，今天您全说了呢？当时老班长的要求是不要告诉任何一个，哪怕第二个人。今天呢，不光是第二个人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那个时候头几年吃饱饭了嘛，所以那个时候保密是有意义的。对对，但现在也无所谓了。对了，是。接下来这个问题啊，这个挑事儿的问题。啊，您好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企业的老板整天去爬山，我不相信那个企业能够做得好。据我所知，有一个叫王石的房地产企业家喜欢爬山。您是在说他吗？我没说过这句话，说我说这那一说呢，那就摆明肯定就是王石了。本来跟王石还不错是吧？你这显得在挑拨我们俩。不是我，我觉得你不太厚道。不，但是王石也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企业老板整天批评别人爬山，我不相信那个企业能够做好。这是我瞎编的，但这句话您真没说过吗？我真没说过，不是。我只是有人说，哎呀，你看你这么勤奋，你这么你潇洒一点，也能把企业搞好。我可能会说，哎，我说我不相信成天潇洒能把企业搞好。可能我一直坚信，哎呀，就像过去别人讲成功三要素，那就是聪明、勤奋加机遇。三者结合，说勤奋是丢不掉的。接下来我们今天场上有八位青年人代表，他们将从各自的不同的专业背景来对您提出问题。玛丽。王健林先生你好，我叫玛丽，来自宁波诺丁汉大学。然后您刚才在提到一个三大战役，其中之一个就是宁波的鄞州万达广场。其实我很激动，因为这个广场离我们学校很近，我在大学生涯中很多的和同学去吃饭，和女朋友去约会，去唱歌，去逛街，都在这个广场里面。所以说看到您，我第一很感动，第二也很激动。为什么呢？顾客是上帝，我第一次见到卖我电影票的男人了。然后对您演讲的内容我很喜欢，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商学院的学生，讲的知识和商业的这种案例分析非常棒。但是有一点我不太喜欢，您的演讲太严肃了，我感觉大家不像在录一期节目，有点像万达集团全球董事会议，然后您是董事长，撒贝宁主持人是总裁，我们大家都是地区经理，然后讲今年的薪酬到底能不能达到100万的问题，太严肃了。所以说我在想这个问题，我在想总裁能达到多少。肯定比100万多。
然后我想一个问题是，难道您的生活中就没有柔情吗？可能我不像有些企业家那样潇洒，相对的，可能严肃一点。但是你我这个严肃和我的一颗善良的心是不矛盾的，我是非常重情感的一个人。我很多以前认识的战友啊，还有很多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不瞒你说，我经常的保险柜里办公室保险柜都要放些钱，经常有人会来，我是你那个谁谁谁，他这么讲半天我也想不起来，有什么事啊，我说他比较困难，好，我马上拿你钱你走，我也没有把这个从来没有想过回收。那么我也相信您刚才所说的，在生活中对待朋友、对待自己的战友、对待贫困的人民，有一颗慈善的心，也很柔软。但是我想的话，您刚才一直没有提到，在工作当中对您的员工是不是也是一种很柔情的这种态度？就比如说在场的八位青年代表，如果是您的地区经理，我感觉您的演讲让我们感觉到很恐惧、很敬畏，但是不会感觉到很亲切。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态度当中，您的员工敢向您说真话吗？这点你说的对，工作当中我是非常严肃的，公司里能跟我讲真话的人我相信也不多，这我就说实话，特别作为基层员工、普通员工，见我机会也很少啊。那么只有身边老陈跟着我比较多十几年、跟我比较近的那么五七八个朋友，见了面呢是不会客气的。您刚才说只要遇到您的人都可以跑您办公室给您要钱，下次我见到您一定会说，王总，我之前给您在看鸟栏录过节目，给我点钱吧，谢谢。你如果能见到我，你的话能说动我是可以的。你真的想创业，那你会递你的创业报告，我们会请三个评估师给评估。至于你说的其他方面，那我们尽可能改正吧，尽可能改正吧。我未来的创业方向我已经想好了，就是解决以成功的企业家与下属之间的沟通问题，这就是我的创业方向。那谢谢，可以，方向倒不错，倒不错，还真有可能。来，王希晨，王叔叔您好，刚才玛丽同学说看到你很严肃很怕您，但是我今天看到你呢感觉倍感的亲切，为什么呢？因为我爸爸他也叫王健林，所以今天看到您呢，哇，每次都我爸爸的面貌就浮现在我眼前。这是你爸爸的身份证吗？啊，对的。哇，那个真是这个。但是那个中间那个字儿跟您不一样，你是健康的健。不，我觉得这个健康的健，我母亲最早给我起名就是这个健。哦。入伍的时候改的，真是有缘分了啊！有机会叫你父亲来见见我啊。父亲做什么？非常凑巧，我父亲也是经商做生意的。可以谈一谈。我的父亲是王健林嘛，你也是一个很敢闯，很大胆的人。哎，你不会打着这个名号在外面到处招摇是吧？但是呢，我这个人吧，就胆子比较小，经常也会因为这个错失一些机会。例如有一次我们班上选班干部，然后老师问了三遍，有谁愿意当班长？然后我每次手啊都伸到这个位置不敢伸，然后我说第三遍的时候我来伸吧，结果等到第三遍我手准备伸的时候，我同桌啪的一下手伸起来，最后他就是班长了。所以呢，我就想问你，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以最好最快的时间让自己的胆子大起来？你有什么武林秘籍吗？没有秘籍，就是锻炼。因为过去我第一次上电视，讲话都讲不圆。我第一次唱歌是被别人就硬推上去的，坏了，一张嘴五音不全，全场笑爆，笑得大家都是人仰马翻了，因为那时候很多人认识我。你要说秘诀，就一条，就是锻炼，没有秘诀。啊，如果有这个秘诀，那这个书都卖老钱了。如果你不敢讲话，多跟人讲话。现在人成功有一种说法嘛，情商是最重要的。其实现在的生活节奏这么快，与人相处有道是成功最大的帮助。有的时候老害怕第一次去做一件事儿，其实当你咬着牙做了之后，你会发现，哎，感觉很好啊。如果你想你那天真的把手举起来了，你就是班长了。第一次见到一个跟我同名同姓的人啊，你回去告诉你爸，发个 email 给我，我约个机会咱们真是可以见一见啊。王总，王总，您今天的演讲主要的核心是坚持，但是我认为有一些坚持是值得思考的。我有一位师兄，他是一个登山爱好者，在毕业之后就一直坚持登山的事业，但是他去年在登山的过程当中遇难了，然后在年仅只有28岁，他的父母在那个追悼会上就说，
我们很鼓励现在的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但是你们也应该想想父母的感受，你们活着不是为了自己。那我想问您，觉得这样的坚持是值得的吗？敢闯敢试精神也要有一个理性的心理准备，坚持也是基于理性的分析之上。对对对对对，历史上也有一个很著名的坚持的人，守株待兔那个人，他也很坚持，但是他是个反面教材。对，我不是特别同意刚才汪振同学的观点，我认为这样的案例毕竟是少数。其实我感觉到所谓的坚持有这样的一个区分的，要区分出来什么样的梦想是可以坚持的，什么样的梦想是我们要去变化它然后不去坚持的。如果说在被出版社拒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吉克罗琳他去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也不会有哈利波特的出版。如果被银行被一些其他的人去否定了主题公园这个想法，如果当时华特迪斯尼这个人他放弃了，也不会有现在的迪斯尼乐园。那么我想，如果当年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王健林放弃了，也不会有今天世界级的企业万达。关于对梦想的坚持，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态度，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年轻人面对的困惑、挑战包括挫折的可能性都和过去不一样了。有多少人还愿意为了梦想去坚持？能够坚持多久？他们心中对于坚持又会是怎样一个态度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说法。我叫田凯源，我之前最初的梦想是当个主持人。为什么会放弃？因为我那时候是在家乡嘛，舞台空间可能太小了，看似是非常稳定，有房子也有车子，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毅然决然的要到另一个城市。我觉得这是一种坚持吧。刚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梦想当一名外交官。坚持还是挺困难的吧。高考那次吧，就是高考完以后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方面就是去香港读书，另一方面是留在大陆。是为了这个梦想，我选择了在国内读政治学，就国际政治这个专业。对我来说，坚持就是爱的越深，坚持的就越久。减肥是大学之后，是高中毕业之后，然后坚持下来减肥。读书的时候真是很胖很胖，高中毕业了之后没有宽大的校服可以遮来遮去，做自己的衣服，看到别的小姑娘有很漂亮的衣服可以穿，然后每天花枝招展，然后自己因为胖，然后好多衣服都穿不下去，然后那时候就决定要坚持要减肥。最胖的时候62公斤，现在大概48、49。是不是可以拍广告，找我来拍广告？我是江苏南通人，来上海已经4年多了。我每天上班8个小时，没有双休日。这次的梦想嘛，就是说来大都市闯一闯，就是说自己做做小生意。坚持在我眼里的话不难，我已经坚持了4、5年了，坚持到成功了。在上海的话，有自己的店面，安一个家。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就是说你坚持了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你不坚持的话一定会失败。很重要的一点，对于年轻人来讲，你得坚信那个是你心中的梦想。嗯，有的时候比如说留在大城市找个好工作，可能是你周围同学大家都这么做了，你觉得那我是不是也应该随大溜啊？你心中真正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要是明确了以后，为了这个梦想去坚持，那是值得的。最重要的事业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千万别为了创业为了成功做一个自己又不喜欢又没有把握的事情，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极其喜欢，我相信他一定成功。所以我经常讲过，成功的企业家大部分是精神病。王总您好，我来自复旦大学五角场的边上。啊，是您的五角场让我们复旦的学生在课余的时间可以有地方去，不然我们真的除了在寝室睡觉就只能在校园爬树了。我们可以在课间的时候去看电影，去买东西，买衣服，买好吃的好喝的。虽然这些听上去特别肤浅，但是我觉得这些课余时间会给一个人的大学带来非常不同的定义。我们还是回想起来是很开心的。同学的父母听了会很难过的。对，你们现在花在家里的生活费。我还真得感谢你们这些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多，那个店创造了至今为止万达广场第一的记录，平均日均大概接近14万人去消费，非常大的人流。孩子们的父母更难过了。对了，您曾经和马云打了一个赌，您说如果10年之后
中国的电商的那个营业额占到全中国的50%以上，那么您给马云1亿，但是如果没有达到，马云给您1亿，我想问您为什么要打这个赌吗？你现在还觉得自己一定会赢吗？不，就是半开玩笑，就是我们俩赌一赌。半开玩笑，半认真。这半认真。那么电子商务这个东西，我很难说10年后我能赢还是他能赢，但是我只是表达一种观点，你的电子商务再厉害，不能替代实体店。另外呢，人的消费行为还有一种我们研究消费行为学相当大的一个比重叫做炫耀式消费。女士们为什么一定要去背个包包呢？这个靓妹帅哥为什么一定去公共场合去走两步赢得回头率啊？对，所以我说呢，在淘宝上走给谁看？所以我说很难说。我现在说实话，我自己来讲，我不敢断定究竟10年后这个电子商务能达到多大的模式啊。是不是2012年底的时候你还信心满满，眼看自己要输了，于是说没有，我就说个话？不，那如果真到2020年输了，我就给小马哥1亿嘛，那无所谓的，那不能食言呢，是吧？你是支持谁？我支持马云。嗯，因为我觉得现在信息化和互联网化绝对是一个趋势，而且人们的购买能力越来越多的向互联网偏移，已经是一个继承的事实了。但是我比较较真的是，您刚才一直在说这事儿是个半开玩笑半认真，我就想问哪一半是开玩笑，哪一半是认真？那1亿是开玩笑呢，还是认真？打赌1亿嘛，带着半开玩笑。半开玩笑。但是我们两个对这个电商模式的争论是认真的。这是。来，我们看看我们随机采访的一些观众，他们对这事儿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王健林会赢。你觉得老人会上网去买菜吗？不会吧。所以王健林一定会赢。这个我感觉啊，就是我不太好说，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领域的话都是目前我会用到的领域。如果说我个人偏向的话，我个人比较偏向于电商这一块的一个购物趋势。马云必胜，马云必胜，马云必胜。我认为马云必胜的理由有3点。第一，便宜啊。第二，方便啊。第三，8个字可以概括，足不出户走遍天下。我赌王健林会赢。因为其实电商虽然说是一个之后往后的大势所趋，但是所有的电商我觉得都必须建立在一个用户体验的基础上。那其实在10年以内，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一个50%的零售额。必须是马云啊，因为这个将来就是消费的大趋势啊，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超过50%。我觉得啊，我更看好马云，因为像我这个年纪的很多的朋友，我们已经都开始网购了，小到那些很小的日用品，我女儿的文具啊、参考书都在网上购的，网购已经是成为一个趋势了。你好，建林兄，非常喜欢你的演讲。如果早点听到的话，听到那半缸饭的话的话，我小时候就可以吃得更饱一点了。你还要长成什么样？你身材已经如此健硕了。我特别欣赏您说的话，胆子大，脸皮厚，走遍天下有万达。而且我特别欣赏您的霸气。哎，这个话我似乎不是这样说的。我是说呢，这个胆子大是就是创新，就是要敢闯敢试。嗯。我说脸皮厚什么意思？你创业者一初期不要怕求人。不要怕卑躬屈膝，你脸皮厚一点，脸皮那么薄，这个也不敢求，那个不敢求，这个不敢请教，那个不敢请教，怎么能成功呢？结果他把前面后边全抹掉。那您有没有说过一句什么清华北大都不如自己胆子大，这句话您说过吗？说过。我是说什么清华大北大不如胆子大，就是说你读的书再多，水平再高，如果你从创业的角度不敢闯不敢试，创试都不敢去试，就永远不可能有成功。其实建林兄，您的这句什么清华北大都不如胆子大是给我激励最多的，因为场上8个青年代表，我是唯一一个非名校的学生，但是我觉得我和小撒一样，也是一个从小胆子很大脸皮很厚的人。所以我一直喜欢尝试，喜欢挑战。在比赛之前我会告诉我的对手，今天的第一一定是我。拿不拿到第一呢？
当然有的时候拿得到，有的时候没有拿到。我个人觉得没有狂妄过的青春不算青春，不知道您是否同意？年轻人应该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年轻人当中不断地产生优秀人才，我是非常赞同你这句话。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您年轻，你还记得您年轻时候说过最狂妄的誓言吗？最狂妄的事情，我告诉你吧，我十几岁的时候还没有当兵之前，去爬一棵树，谁说那个树梢没有人敢爬上去，那我就一定要坚决爬上去，啪嚓掉下来，胳膊摔折。还有一次过一个栏杆，啪啪啪大家跳，跟我大两三岁的同学比，他们跳过去了，哎，我一看这个我们这边没人敢跳，我也去跳，嘎地一下被绊倒，再摔下去又胳膊摔断第二次。后来，但是每次伤的都是这个胳膊啊，对，怪得很，每次都是摔断这个胳膊，这个胳膊太凄惨了。其实谢谢您的回答，其实我觉得人生就像，我建议啊，狂妄和狂傲应该有所区别。我更主张使用狂傲这个词，有志向，有傲气，但是不一定是狂妄。我这里的狂妄指的就是自信，对自己能力的一种认可。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应该像王总爬树一样，即使胳膊摔折也要往上爬。这次摔折了，养好了，咱们继续，一定要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王健林先生刚才总结特别好，狂傲，你有才，有真才实学，你的这种傲气和你的这种敢放开去做的这样一种精神，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前途。谢谢，谢谢。来，接下来接着问高家涵。王总您好，就是刚才您在演讲中还有您在很多场合都一直强调创新精神对于万达的这个重要性啊。那我们知道一般非常强调创新的这个企业可能都有一个很开明很宽松的这样一种企业文化，但是江湖上有很多关于您的传言，就是据说您在万达是神一样的存在，什么事儿都得听您的，而且呢您对您公司的员工要求非常严格，女员工身上的首饰不能超过三件，而且两个耳环就得算两件，所以我很好奇，在这么严格的一个公司的这种环境当中，员工如何去创新呢？万达的创新是不是主要就是靠王健林一个人呢？首先我问你一句话，你信江湖传言吗？这个首先这个传言是不准的，其实我们有员工手册，那有要求，只是礼仪方面的要求呢，就是我们要求男员工穿西装，这是有规定，西装领带，女员工呢要求职业装。再说一个团，你看我们现在创新不仅是不动产，现在还包括文化，包括旅游方面，这都创新，很多创新来自于，不光是来自于我，来自我的这个同事，还来自于很多外国人，那这个东西创新全来自我一个人，那我可能早累死了，那不可能的，这江湖传言不可信的。王总一说完，所有的万达女员工含着眼泪奔走相告，大家把金银首饰都拿出来吧。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是跟您公司可能这种管理方式有关的，就是说您的企业每年都有一个良心之旅，就是让这些员工去选择一个村子，然后去访贫问苦进行捐助，但是这个捐助的权这个钱啊是由员工自己来出的，然后公司不给出，那我觉得员工他有权去捐助，他有权利选择不捐助，您是不是说去用员工的钱然后来为您的企业和您自己博一个名声呢？这个我们慈善捐助的主要来源是来自于公司的，但为什么我们强调每年一定要大家去访贫问苦一次？我们公司发展比较快，而且基本上在城市里干嘛，有车有房，收入又高，慢慢很多人就忘乎所以了，他的参照物、人生坐标发生偏差了，比的就是钱。所以我们从十年前开展一个活动，就是每年你当地公司选一个最贫困村，你去一次。不强调你捐不捐款，啊，我们叫做万达义工，只是这种活动你说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也不一定。慈善在万达，希望不成为我一个人的行动，成为一种文化，整公司里形成一种文化氛围，人心向善的氛围，
好，谢谢您。嗯。所以现在对于王健林先生来讲，最困惑的问题已经不是怎么去赚钱了，而是怎么去花钱，帮助更多的人，可能是未来王健林先生要更多的去考虑。我早已经宣称了，我会把更多的财富留给我的后代，是而且留给社会。古人有两句话：子不如父，留之何用？子强如父，留之何用？就是讲的现在。来，我们接着提问，哪位？王总你好，我是一个创业者。嗯。我的问题呢是。你是做什么？什么方向？我是做餐饮行业的。餐饮。是在做连锁。担担面吗？不是。王总刚才是那个台湾的风味小吃，还有两个餐厅，所以说是属于传统行业。嗯。您现在做的也应该算是传统行业。嗯。在传统行业中，您觉得怎么样能做到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能够自我超越呢？我不太赞成这个分法。那么我倒觉得你从事的行业是非常具有前景的一个行业。而且餐饮业呢，哎，民以食为天，而且餐饮业是一个重复消费的行业。对。你开连锁，你就要研究怎么样标准化。没法复制。你这一个厨师，这一个餐厅里请了十个厨师，可能就两高手。这两高手上来今天炒的菜味道好，那八个上来味道就不一样。你再发展连锁，100个厨师，你怎么保证呢？所以你最最重要的问题，研究性价比。你做出的东西，要么价钱一样，味道比别人好一点；要么味道差不多，你价钱比别人便宜一点。更重要就是，还就是人才了。你能挖到这，你有这样，比方说你有五个这样的哥们儿跟你一起弄，我相信一块儿肯定会做起来。所以今天我觉得你啊，可能是这八个人当中来的最值的一个。你不光在这儿跟王总能面对面的交流，而且王总刚才那一番话，你说有多少中国的企业家目前能让王总面对面的说，您给提点意见呗？那好，王总，我最后再阐述一个观点哈，在您和马云的这个对赌中，我是支持您的。王总好不容易忘掉这事儿了，你又把他提了。我都不敢有这个把握，是不是我能赢他？关于打赌这事儿。就别说了吧，我打算对下一期我把马云先生请来，让他也说一说。今天王健林先生用他的演讲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从年轻时代走过来，经历了成功，当然这当中也有失败，这样的故事不可能在一模一样的发生在我们当中的某一个人身上，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共同坚守，比如说一些品格，真诚，守信用，坚持，然后创新。那么在这里，我也代表所有的大学生，最后再坚持一下，希望您回去考虑考虑，能让万达电影院，比如一周当中拿出一个晚上，或者一个晚上当中的一个时段，作为大学生专场，拿着大学生的学生证，能有优惠。我认真考虑，坚持一下，也许就成功了。再一次掌声感谢王健林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谢谢。